係周石祥啊！我知道哇，原來只在寫10年咯喎，簡直係奇蹟啦！香港咧真係有幾多個團體可以係咁樣樣嚇？哇！周華山博士一個人搞出嚟，哇！真係好犀利啊！我哋即係非常之佩服，戥你哋高興咯！個人嚟講咧嚇，我就非常之感恩，我要對周華山。同埋對即係志在社嘅每一位啦，講多謝你，多謝你，多謝你啦嚇！喺舊年我自己加入咗 DP34 啦，真係成個人改變咗啦。人哋講我唔信咯嚇，即係入咗嚟之後咧，成為 DP 人咧嚇，就班同學仔啦，周圍嘅氛圍啦，加上導師即係同埋其他咁多人幫手啦嚇，即係改變咗我好多啦，清洗咗好多嘢，我自己都想象唔到。咁咧，仲有就係、是。先生係我太太啊，後來係我女啊嚇，咁啊仲有我周圍身邊嘅同事咧，我自己嗰間公司嘅拍檔，我哋前後幾位最高層嘅咧嚇，包括我哋嘅 CEO 啦，我哋嘅總經理啦嚇，都係 DP 訓練出嚟嘅喎，咁啊而家呢一刻咧嚇，我嘅拍檔另外一位咧 Nicky 咧，仲係喺度做緊導師嘅咁咯。第二咧就係、是、我覺得。哇！志在社真係幫咗好多好多人。我身邊咧，呢、這個又係去，嗰個又就參加咁樣嚇，都唔係問阿祥哥嘅意見嘅喎，佢哋自己已經咧，哦，原來佢又係咯咁嚇。仲有一樣第三咧，我覺得好離奇㗎。我識得香港啲猛人咧，個個都係 DP 人嚟㗎，由第一屆開始嚇，就一個、二個、三個咧，都係咯。哇！原來你又係佢又係，有啲係我嘅拍檔啦。有啲係我好佩服嘅人啦，有啲係我嘅學生啦，哇！佢哋個個都係變成 DP 大家庭嘅一份子。咁喺過去呢段時間咧，DP 辦咗成就接近40屆咧嚇，不斷咁樣改良，而且咧而家咧仲發展到有好多好多嘅服務啦，時時都有可以用好低嘅價錢去揾到最好嘅導師嚟呢個地方嚇。咁啊，我真係好佩服咯，真係好戥高興。周華山，你係得嘅嚇。咁啊，長哥即係衷心向你致謝，向志在社講多謝，唔該晒。希望香港有更多更多呢啲咁好嘅團體啦。多謝大家。